外面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谢谢卢台长。哦。是因为他是我的。他讲法文是吧？女儿对。现在我发看他翻译，他是1978年属马的。1978年属马的。他要自己要问他那个事业，将来会升级吗？升职吗？会高升？哦，他的事业会不会升职？会。你叫他念经不念经，我真的不想看。对。听得懂吗？对。否则菩萨会怪我的。对。我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功能，这个一个神通，我不可能来帮人家看升职不升职的。他如果不念经，我根本不想看的。你知道有多少再有富富贵贵的人找我，我理都不理的。对对。你明白吗？对。你要答应我帮他念经，否则我不看的。好。要念什么经？大悲咒还是？嗯，你叫他要念小房子。小房子。他这个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患得患失型的。嗯。就是说，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又怕；不做，他也怕。他心中一直慌的，他搞一些投资，他就把钱失去，找不回来，明白了吗？他有心理那个病啊。对了，就是我意思，就是告诉他是心病，他的心理病，所以他患得患失啊，你明白吗？对。实际上他的压力太大，因为他过去有过压力，所以最好的方法，你叫他多念心经，每天最好念21遍心经。OK。好吗？请问我有放到佛堂在我的家里啊。嗯，你的佛堂是吧？对。嗯，佛堂面对佛堂的左半边还不错，右半边稍微暗一点，而且你这个佛堂边上好像还有其他的小菩萨。对对对。嗯。好了，谢谢佛法师。好好努力，谢谢，多念经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告诉他多念心经就不会出事情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各位我们法国的我们的朋友们。那么台长呢，今天呢到这里来呢，跟大家也是结个缘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学佛修心，很高兴跟大家能够认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念经，要观世音菩萨保佑，那才是真事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努力，如果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，让更多的人念经，台长下次还会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用心，如果用心，观世音菩萨就会保佑我们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菩萨保佑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因为根据法国的特殊情况，台长再加4个字，恭喜发财，谢谢大家。